收看今天的公立好利哉，我是丽婷。里长其实每个月只有4万多元的事务费，要从事里内的建设根本不够，所以要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这笔事务费呢？里长们当然都有不同的方法，透过节目带您一一来了解。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三民区保安里的活动中心，这里虽然只有一间教室，不过里长黄伯泽充分利用这项资源，在每个时段都开满了丰富的课程，像是周二的二胡班就吸引了附近社区居民来参加，老师也因应不同程度的学员耐心教导，学员们都越学越起劲。轻轻拉动琴弦，古典悠扬的二胡声缓缓飘荡在教室里，大家都陶醉在桂花巷的哀怨乐曲中。有学员就是喜欢二胡的音色，一有空逮到机会就来学习。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的旋律非常优美，然后可以自娱，所以就一直留在这边啊。因为刚好我家有一只二胡啊，我想说不用买乐器啊，就想要有现成的乐器，我就想说学看看，然后后来就有兴趣。因为从小我爸爸也会拉胡琴的。在听我听到我爸爸拿二胡啊，拿那个金胡啦，啊，听得很好听，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学嘛，啊，好不容易等到退休有这个时间，啊，就要学啊。这是保安里活动中心的二胡班，附近社区的居民，不管是退休人士还是家庭主妇，只要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但是大家学习二胡的程度不同，有人学了5年，有人学了3年，老师的教法就得兼顾每个人的学习进度。学习乐器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比如说时间多一点，他就会多投注一些心力，好，那当然他呈现出来的成果就会更好一些。好，那如果他的时间少一些，他就是持续来上课，他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成果。好，所以以这种成人式的学习，基本上我们不把跟一般的小学生或者是学生要拼音乐班或是音乐比赛，基本上它是不同的方向。好，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里面去学习，然后能够得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的发展。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大家都希望在琴技上力求精进，学习动力不输年轻人。只要有机会上台表演，就会加紧练习，希望获得满堂彩。有时候也会到监狱里义演，希望用音乐教化人心，为社会做一点事。同时，我们学二胡之后，我们3年多，我们一些好的同学会到那个监狱里面去拉给受刑人听，还有到养老院啊，拉给一些老人听。能够安定他们的心情，那充实他们的那个愉悦跟快乐。我想学二胡就是能够治愈人这样子。最大的成就啊，就是现在拉起来可以像条歌了。非常的鼓励哈，我们社区的李明哈，那你在退休之余啦，或是是家管的哈，那有时间都可以利用闲暇之余哈，来学一个哈。这个可以让你舒展身心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保安里附近的社区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到活动中心就可以学习这项乐器，里长黄伯泽充分利用里内这项资源，在每个时段都开满了丰富的课程，里民即使离开学校也能够在社区里学习各项才艺，让生活过得多彩多姿。回馈社区医疗诊所也不落人后，高雄市三民区凤山区多间医疗诊所与里长办公室结合，共同办理了健检公益亲子同乐会。除了安排健康检查之外，还发起了捐血活动，民众只要捐血就能获得白米一包，吸引了许多人挽起衣袖捐出热血，场面相当热闹。幼稚园小朋友在台上活泼跳舞，台下大人看得开心。紧接着特勤战技表演，精湛的拳脚功夫又获得满堂喝彩。这场结合表演及公益健检的活动，在三民区凤山区多间医疗诊所及里办公室合力推动下热闹登场。现场安排牙科、中医义诊，吸引许多长辈排队检查。而对于医疗院所关心社区长辈健康，里长也表示肯定。社区啊，有这么好的那个医生团体啊，青城牙科啊，每年啊都在
办我们社区回馈的活动啊，我们里长哦全力的配合他啦，因为有企业家有赚钱就回馈社区嘛哦，啊做好事啊。企业好回馈给社区的一些非常好的活动，那今天就是有蛮多的里民哈，他会来参加这样子的一种公益活动，包含跳蚤市场啦、啊、义剪啦这之类的，哎，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结合社区、院所及警政单位的社区公益活动，连续举办4年，规模也越来越大。今年不仅纪警队加入行列，趣味摊位也摆满整座公园，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参与。高不高兴？好，今天来参加跳舞表演，有没有高兴？有高兴哈。预防还是重于保健，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预防的一个概念传到每一个的民众的一个心理哦，我们可以不用浪费太多的医疗资源，可以事先做预防，然后把自己的口腔保健做好，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为了落实做公益，牙科诊所发起乐在彩绘活动，只要民众在现场彩绘画图，就会捐钱给喜憨儿基金会，同时也将11月份的门诊挂号费全数捐出。另外，福伦社举办捐血送白米，果然也吸引许多民众挽起衣袖捐出热血。捐血活动啊，然后我们就是今年的白米哦，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从台东买回来的台东关心米啊，要捐给各位贵宾。这样社区活动不分大小，在企业、里长及各界协助下，公益亲子同乐会热闹登场，不仅大人小孩玩得尽兴，喜憨儿等弱势团体也获得帮助，散播爱心也散播欢乐。奉茶展现的是一份体贴和浓浓的人情味。三民区顶强里里长林国石平时就很喜欢喝茶，于是就在服务处里设置了茶桌，随时泡茶，有热茶也有冰茶，让环保志工或巡守队出勤完后都能喝到相当有温度的茶水。一进到里长服务处，顶强里里长林国石就坐镇在茶桌前泡茶给里民解渴。服务处就像个泡茶站，社区环保志工和巡守队出勤之后都可以来这里零翠搭。一大早我们这边就泡茶，泡乌龙。那我们这些的里民，我们这边的里民，一些阿伯阿姆啊、巡守队啦、啊环保志工啦、啊，他们有空就会来这边闲谈，大家。没事这边聊聊。除了茶具之外，旁边还有好几个保利龙杯，是回收茶饮店的杯子，洗干净之后再利用的。热热的茶汤泡好之后就倒进保利龙杯，可以保温也可以放凉，要喝几杯马上就可以倒来喝，要喝冰的也有啊。他们就自己带了，你看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带了一些杯子，有个人私人的杯子就用啊，不然的话我们就用那个纸杯，是非常卫生的，要不然就公杯，我们用了以后我们洗一洗，那有热的有冷藏的都有，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在这边泡茶。里长一边泡茶一边和李明聊天，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李明服务的。李明也乐得来这里歇歇腿休息一下。我出来运动啊，我人行动不方便啊，来家和李长开讲啊，泡茶啊，安尼啦。诀窍我不是很内行啦，但是一般来讲哈，热水差不多在90度哈，来泡了。那第一泡的话，让它时间多一点，多个10秒，那往后那个茶开了以后哈，那时间再短一点，这样。泡出来茶就很好喝了。一杯热茶看似简单，却是里长的一份贴心。不管大热天还是冷冷的天气，里民不用花钱买饮料，来这里就有免费的茶可以喝，就甘心。学龄前的小朋友，他们的学习力也是很强的，不能错过。三民区宝珠里和宝心里就和公文文教基金会合办学龄前幼儿班，让小朋友和家长一同来学习。不管是英文歌还是中文歌，小朋友们都朗朗上口，结训之后还可以开心的领取结训证书。小朋友张开大嘴，大声唱着英文歌，展现这3个月的学习成果。 Purple Murphy 的中文歌也朗朗上口，还一一上台领取结业证书。跟着来上课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小宝贝有这样的成果，都感到很骄傲。 ABC 宝贝唱英文歌，爸爸们有
学习足济啊，啊，都搁来遮吼，甲小朋友伊嘛交交足济朋友，等伊拢会等伊会念啊，念讲遮有啥物同学，啥物同学安尼啊。我也觉得特别喜欢。你读书？唱歌？唱歌。比较活泼快乐一点，学习态度会比较强一点。这是公文文教基金会和宝珠理和宝心理合办的学龄前幼儿班，提供生动活泼有趣的课程，希望小朋友不要错过学习能力最好的时候，提早来学习。我们都会请妈妈去把那个有一些商店的 DM 剪下来，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字，有些图案，让孩子去认识字、认识数字，甚至是认识英文的单字。那让孩子在可能三岁、四岁、五岁、六岁过程当中，他们吸收力相对比较好的时期，先把这些基础能力学好。当然没有目标，没有说一定要学到什么，或是要学会什么，而是透过这样子接触的学习，之后他们不管是到了幼稚园，或是到了小学，他们的学习的效果会比一般的孩子还要好很多。学龄前幼儿班能够开办，也是因为宝珠里里长提供活动中心的空间，小朋友的家长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增加亲子互动，也提升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因为我们这边社区很多小朋友，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哦，那所以我们都要用心的去栽培，免费的服务哦，让那小孩子学到好多东西哦，然后又慢慢来，又对我们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在我们里面跟陈里长里面，那我们持续办这个活动已经大概四年多了，那也帮忙一些家庭，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就是也是希望说他办的跟一般的贵族家庭那个贵族学校，他办的都有一样的效果，这样子。小朋友每周一次来这里唱唱跳跳，快乐学习，小小的脑袋里已经装进许多知识，未来正式进入幼儿班或者上小学后，就能够学习得更顺利，不会输在起跑点。林雅去镇义里有一间通往捷运站的秘密通道，但其实说穿了就是国军高雄总医院紧邻着镇义里的公园，它的围墙呢就开了一道小门，不用再绕远路去搭捷运，直接从小门就可以前往，整整省了十分钟的路程。这样的设计让镇义里的居民也开始喜欢搭捷运。镇义里里长刘云莲开心示范里内的秘密通道，先是穿过与国军高雄总医院这道小门，接着漫步在医院的林荫大道，走不到三分钟就可以抵达捷运卫武营站，不仅安全，也可以省下至少十分钟的路程。原来这是里长的政绩之一，当初与院方积极协调，不仅让里民方便，无形当中也为减碳社区加分不少。我们的里民假如要搭乘捷运要绕一大圈，然后我就跟院方去协调，就开了一个小门，我们这个人过去就直接到达那个捷运站。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说，有利于那里民，意愿去搭乘这个捷运。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低碳。当然，不只是里民方便搭乘捷运，开了这道小门，也可以让医院病患随时走到公园散步，欣赏花草树木，无形当中放松的心情，病情也跟着好转。那假如到了我们公园的话，就一个环境就比较宽阔，那么这个也是叫做这个患者就有助于他们的治疗，所以就跟院方就这样商量哦，这叫做社区与医院的连结哈，敦亲睦邻。所以现在假如这个地方大概是早上9点到11点哈，我们这个公园有一半以上都是精神科医院的复健科的这些复健者，所以当然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李明也是很反对，但是我一直跟李明沟通，所以后来我们的李明经过我这样子跟他们沟通，现在李明都可以沟通了。里长表示，国军高雄总医院跟镇义里社区密不可分，而这道门的开启象征双方互动更加密切，不仅李明肯定里长做法，当然也用搭捷运作为支持。因为我们的里民原先都是要坐捷运的时候都要走得很远，有的人甚至骑摩托车还有骑脚踏车啊去搭捷运，后来知道有这个小门开通了，我们都不用直接用走路的过去搭捷运，这样的话可以我们那个减碳啊，至少制造那些空气的污染。里民都是
很感受到这个里面的方便，这个小门的方便性。只要去搭捷运的话，而且回来的话很快啊，至少减少十分钟。原先不起眼的小门，却意外让李明爱上搭捷运。省时省力之余，里雅区正义里也成为高雄市减碳社区的楷模之一。三民区湾丽里的长辈是越来越多了，里长郭俊义就自掏腰包购买了卡拉 OK 设备，把服务处变成了卡拉 OK 室，每首歌只收少少的5块钱来贴补电费。里内的长辈和家庭主妇只要一有空，就会来到里长服务处，一边唱歌，一边还可以联络感情。拿着麦克风大声唱歌，大家一起随着音乐摇摆。这不是 KTV 包厢或是卡拉 OK 店，而是里长的服务处。大家一边唱歌一边联络感情，厝边隔壁一下子就认识了。本来一日拢无啥熟知，啊，今麦大家来这吼，真熟知起来，啊，真快乐起来。查号码吼，浪费时间了，啊，这样就比较快。原来是里长发现湾丽里的长辈比较多，有些家庭主妇也会带着孩子来这里串门子聊聊天，所以里长就开放服务处作为里面的卡拉 OK 室。路边一棵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比例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以我们里来讲，大概有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600多人哈，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了哈。那我上任里长之后，我就想说，我本身这个服务处的地方哈，购置个这个卡拉 OK 啊，一台卡拉 OK 点唱机就能够带动欢乐气氛。里长自掏腰包购买卡拉 OK 的音响设备，又把服务处的场地提供给里民使用，大家齐聚一堂欢唱一个下午，让邻里社区的情感更加紧密。林雅区秦朗里有一棵芒果树，十多年来都一直耸立在道路中间，严重影响了往来交通。里长表示，土地属于知名建商，在尚未征收或达成共识之前，树木根本没有办法迁移，也因此他每年都要发公文给建设公司，要求修剪树木。他希望市府能够出面，尽早将树木移开。林雅区民权一路91巷，这棵芒果树耸立在道路中间，一晃眼就是十多年。因为土地所有权是知名建商，尽管是继承道路，人车可以通行，但如果要迁移这棵芒果树，没有几千万恐怕动不得。最好可以移除也那个啦，移除的话可能会来车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真的如李明所说，无法将芒果树迁移，里长孙永吉道出心中无奈。他表示，每年他都会发文给建商，希望能够将树木迁移，但到最后都无疾而终。就连要求修剪树木，都是一个拖字诀，令他伤透脑筋。能不能把这个大这个是门口是我们帮户前来把它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种？但是他们好像都没有回应。但是我每年都会给他公文说，我们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里面的自家。蚊子也好啦，或者是说交通的问题也好，太严重了。有时候晚上如果说骑摩托车不小心就撞了。树就在路中间，也在家门口，许多车辆经过，为了要闪避树木，总会压到水沟盖，发出叩隆叩隆的声响，让居民很困扰。尤其夜晚骑车经过时特别危险，里长因此还在树上贴上反光贴纸，避免发生意外。有时候开过去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是很吵啊。就是如果开快车的话，它差不多由那边开始就会有声音出来。我们是从有关单位提起说，这能不能协调？好，如果能够协调的话，我们来帮忙或怎么样？要不然这个真的对交通也好，对我们这边居民也好，真的干扰很大。里长表示，6米宽的道路因为树卡在路中间，立刻缩掉一半。除了往来交通不便，连带的也影响到消防救灾。像路万一这边真的发生火警的话，哇，那不得了，这一定没有办法过来。你看这个才几米路而已啊，跑一定跑不过来。哎呀，绝对不能跑。而且如果万一大楼的话，云梯也没有办法上去，这是
未来的危险也大家都要注意的。孙永吉里长呼吁市府跟建商能够重视民权一路向内这棵路中树的问题，否则哪一天发生了意外，造成严重伤害或损失，再后悔也都来不及了。左营新庄仔的居民在日治时期是住在步后和桃子园，因为左营军港建设需要，居民被迫迁到了新庄仔。左营区农会的前身出资购地开辟道路，新建俗称黑瓦厝的组合屋，再以便宜的价格来卖给居民。带你来看看新庄仔旧部落的发展历史。开米店的76岁耆老李进峰，他的父母在日治时期就被迫从左营部后移居到这一块原本是荒烟蔓草的不毛之地。所幸当时左营区农会的前身出资购地，新建俗称黑瓦厝的平房，再卖给住户，解决了他们住的问题。因为你看，那阵的征收做海关的基地，啊，我恁婆那边的，我那。破庙去多呀哦，遐有征收到，那个搬过来。他搬过来这边，哦，啊，迄阵拢农会规划，对啦，90坪安尼。对啦，拢差不多安尼。啊，用抽的哦。抽的对啦。我听讲。喂，你抽的看你抽头前啊，抽后壁。哦，安尼哦。啊嘛是啊，家己开支来。对啦，对啦。啊，是较少安尼。对啦，较少啊。农会在这一块土地规划了4条街道，新上街、新中街、新集街和新下街，这就是左营新庄部落的核心地带。如今这4条街的产权都还是农会所有，在高雄市的发展史上算是相当奇特。我们这4条街没有天然瓦斯，因为4条街的那个道路的产权还是农会的。哎，对对对，我们都还要叫桶装瓦斯，挖这里然后就征收。对啦，对啦，就照坪数，比如说啊，这一个区块，有要做一个污水的深井，他就跟农会征收这一小块，也没有整条街来征收了。如今左营新庄旧部落快速发展，村外的良田早已经新建许多高楼大厦。清领时期，连通左营旧城和凤山新城的东门路古道被切成3段，其中2段就在新庄旧部落。能不能把这个柏油路改？就是做彩绘啊，能够去凸显说他的以前的那个以前的故事，把它彩绘出来，这样子来做一个地方特色啦。那民众知道说以前这条路是主要道路，这样子虽然很小条哈，不过这个就是有它的历史价值在，这样子对未来会来做规划。随着外来人口增加，对于新庄地区过往历史大多不了解，新上里长王英化正努力记录这段历史，希望留给后世追寻探访。前镇区竹溪里打造幸福社区活动中心，不仅设置了社区关怀据点，还有一个备受欢迎的地方，那就是卡拉 OK 教室。每周一到周五吸引了许多爱唱歌的长辈到这里来高歌一曲。对他们来说，唱歌不仅开心快乐，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走进竹溪里活动中心卡拉 OK 的教室，就像是进入 KTV 一样，不仅灯光美，音响佳。最重要的是，这里每一位都是歌唱高手。不论是国语歌、台语歌，长辈们唱起歌来，表情、音色都很到位。里长表示，卡拉 OK 教室广受欢迎，会员多达50-60位，费用更是低到不行，只要300元就能欢唱一个月。卡拉 OK 就是说鼓励老人家，因为有时候在以前都是在家看电视嘛，鼓励老人家出来唱唱歌，也比较心情会比较愉快，所以大家聚会在一起，对心情会每天都很快乐。好像也很便宜，很划算。对对对，我们是一个月300块嘛，上下午都可以唱啊，所以时间很充裕啊。有时间的话，都可以还听人家唱歌，都很便宜的，很便宜，一个月300块而已。里长说，唱歌能够让长辈开心快乐，最重要的是可以交到许多好朋友，当中也有不少志工协助处理放歌或是机器调整。其中这位宝贵阿姨包办一切，让里长很放心。里长吼去争取吼，啊来规划这个卡拉 OK 吼，啊，阮因为本来这会员吼，以前是在那个民权公园那边那个
的卡拉 OK， 啊，因为现在不能那个卡拉 OK 都不能在户外了哈，然后一到我们就给他都全部都赶就来家参加我们家的那个卡拉 OK 啊。本身也是供餐组的志工，负责关怀点长辈餐食供应。宝贵阿姨能者多劳，打造卡拉 OK 的教室，让长辈可以在这里尽情欢唱。因大家嘛总欢喜，啊，大家都来这唱歌，哦，啊，人愈来愈多。我也是感觉讲很，也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呐，哎呀，啊都，我本来也是差不多无偌济人，啊，搁愈来愈济人，愈来愈济人来参加，啊，这几也好唱啦。竹溪里活动中心的卡拉 OK 教室会员不限里名，只要是对唱歌有兴趣，就可以来这里高歌一曲，或是选择其他时段包场，每个小时才100元，就能站在舞台上，宛如大歌星一般。社区好新闻，陈云龙、王思武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公立好利哉，我是陈丽婷，我们下次再会。